Hello， 大家好。嗱，咁啊，今日咧系星期一嚟嘅，咁啊，本身唔会 upload 片嘅，咁啊，但系咧，因为我哋最近呢个曼联嘅比赛咧个时间都唔系太固定嘅，咁啊，所以我哋呢一段时间入边咧，可能都唔会固定话星期二、星期五咁样出片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如果想大家想知道我哋嘅片几时 upload， 第一时间能够睇到咧，记得喺下边揿个钟仔啊，即系嗰个揿完个钟仔，你每一次 upload 片咧，都会第一时间喺手机或者你嘅电脑咧会收到通知嘅。咁啊，再一次多謝大家的支持啊！如果大家喜歡我的頻道呢，可以繼續訂閱我的頻道，同埋如果可以的話，可以加入我們會員的，咁會有特別會員專屬的片咧，會定期 upload 嘅。咁啊，嗱，我哋今日呢段片咧就唔係淨係講足總杯嘅比賽嘅細節啦。咁啊，因為呢一場波咧，我認為咧都唔係太多內容可以分析嘅啫。咁啊，主要要講啲咩咧？就反而係呢一場足總杯踢完之後咧，對於往後我哋嘅賽程上面有啲咩重大嘅影響啊？咁啊，仲有就係呢一場波好多後備嘅兵咧都出咗嚟踢嘅，咁啊，但係個表現咧都係令人非常之失望啊！咁啊，所以咧，我哋藉著呢一場足總杯八強對落位置嘅比賽咧，引申討論一下，到底我哋夏天嘅時候咧買賣人到底會係應該點樣做啊？咁啊，嗱，我哋其實下一場比賽咧，我哋討論一下，即係睇一睇呢個賽程先。嗱，我哋下一場波咧將會係香港時間7月1號嘅夜晚啊，咁其實對比我哋上一場足總杯完場之後咧，其實只不過係得74個鐘左右嘅啫。咁啊，我認為呢一場咁嘅英超即係對白禮頓啦，對手係咁，我覺得咧係好危險噶嗱，因為咧即係我哋最大嘅問題咧，我哋上一場對足總杯對諾域治咧，我哋係作客嘅比賽啦，咁啊，我哋係要去到諾域治嗰邊嘅。咁啊，諾域治其實喺英國嚟講咧，係偏向東邊嘅城市嚟噶。咁我哋下一場咧，啱啱咧又係作客，即係作客白禮頓。咁啊，白禮頓咧就係英國南部嘅城市。咁我相信咧，即係兩場波之間咧，踢完諾域治之後咧，應該點都要翻去呢個曼徹斯特度去休養下，即係要整頓下，應該都唔都即係唔會直接去呢個白禮頓嘅，即係唔會直接落去噶。咁啊，如果你要翻去曼徹斯特再去白禮頓咧，其實一來一回咧個車程咧，我睇一睇應該至少都要9到10個鐘噶。咁啊，其實咧即係如果你得70個鐘嘅休息時間咧，減咗呢個周居勞頓嘅10個鐘咧，其實得翻60個鐘，兩日多少少嘅啫。咁啊，你話班球員，你睇下我哋好多球員咧，其實都係主力進出嘅，即係你譬如半勞啦、蘇爾啦、麥佳亞三個踢足120分鐘，咁啊仲有好幾個主力後備換出嚟啦，阿拉舒福特啊、普巴，佢哋相繼都踢咗起碼都有50-60分鐘嘅時間嘅，咁所以呢一班主力前嗰兩場佢都踢足噶啦，咁啊仲有呢一場又捱埋，然後再休息不足咁樣去作客呢個白禮頓咧，我相信咧個體能上面係有好大嘅挑戰嘅，咁啊你對於我嚟講咧，我真係覺得咧，班奴咧唔好再出啦，即系下一場對白禮頓，俾佢休息下啦。即系我覺得佢咁樣踢落去咧，受傷嘅風險係非常之大嘅。即系因為其實咧，而家對於球員嚟講咧，係同季前即系呢個熱身賽啱啱完嘅時候咧，個體能狀態係差唔多嘅啫，即系個儲備係未足夠嘅。如果要連續踢4場波，3日踢一場，3日踢一場咧，其實佢哋受傷嘅機會係極大嘅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即系下一場，除了班奴之外，我覺得蘇爾咧都應該要收一收噶啦。咁啊，仲有麥佳亞啦。當然啦，我覺得麥佳亞咧就可能真係唯有都係頂硬上嘅啫。即係我哋冇乜替代嘅人選，我相信蘇斯克查都唔敢唔用佢噶。咁啊，但係班奴同蘇爾咧，我覺得係時候要換一換噶啦。咁啊，威廉斯要上啦。咁啊，仲有普巴可能就要擔大旗啦。即係個組織方面要靠佢一個啦。咁啊，我哋第一次喺冇班奴嘅情況之下，如果對白禮頓，係會唔會踢得好呢？嗱，我哋首先咧就要睇下白禮頓係咩料啊！咁啊嗱，白禮頓咧就絕對唔係一件好容易對付嘅球隊嚟嘅。咁啊，我哋對比佢同諾域治咧，其實白禮頓咧英超賽績咧係好好多啊！咁啊，佢而家暫時咧排第15，咁啊，但係其實佢話佢排第15好似都好低咁啊！但係我哋睇翻佢嘅得失球數字咧，其實只不過係-7嘅啫。咁啊，負七嘅得失球其實如果你用得失球嚟計咧，喺英超咧係排到第10名噶。咁啊，所以即係我哋睇到咧，白禮頓嘅戰鬥力咧，其實未必係咁差嘅，即係其實都有英超中游嘅水平嘅。咁啊，同埋就係咧，佢哋最近呢兩場嘅表現咧係非常之好啊。咁啊，前一場咧
2-1好頑強咁樣就擊敗咗呢個阿仙奴，即係獨秒90分鐘保時嘅時候咧，係靠一個絕殺嘅入波咧就搞掂咗阿仙奴噶。咁啊嗰一場波睇翻我哋嘅數據咧，都有11射6中，其實同阿仙奴係一模一樣嘅。咁啊，所以即係一隊可以贏到阿仙奴嘅波咧，係絕對唔能夠忽視。即係雖然阿仙奴而家唔係話真係一隊好勁嘅球隊，但係咧其實都有翻咁上下斤兩嘅。咁啊，去到上一場咧，即係最近呢一場嘅比賽咧，作客0-0逼和呢個里斯特城啊。咁啊，呢一場啊唔同啦，即係佢明顯係採取一個死守嘅狀態。咁啊，佢7射1中嘅啫，控球率得 34%。咁啊，所以即係佢喺呢個逆境對住比較強嘅球隊咧，佢係可以做一個901死守鐵桶陣嘅。咁啊，所以即係如果我哋呢一場去到白禮頓作客咧，我相信佢哋都會照版主碗，好似對付呢個里斯特城咁樣搞㗎啦。咁啊，即係如果佢踢鐵桶陣，而我哋班奴又唔出得，咁我哋有冇把握可以破到咧？即係可唔可以打得贏呢一場陣地戰咧？我認為係有相當大嘅風險㗎。咁啊，當然即係會唔會班奴真係唔出咧，就唔知嘅。但係你一出佢嘅話咧，相反即係又係要承受翻個受傷嘅風險嘅啫，一係咧就未必贏到波，一係咧班奴受傷，咁啊當然有機會出完班奴都失分咧，咁啊仲更加大件事啦，係咪？咁啊係究竟係邊個令到我哋陷入呢個咁嘅困境咧？嗱，其實咧就係、是、我哋曼聯今呢一場足總杯作客擊諾維茨嗰一班後備球員啦。嗱，其實咧，我本身賽前咧已經對其實對呢班後備咧個信心都唔係好夠啊，咁所以我自己都話咧，其實我覺得班奴繼續正選對諾域治咧，我係唔意外嘅，即係我俾我揀，我都會擺一啲正選入去噶啦。咁啊，但係即係喺我嘅預想入邊，我嘅 expectation 咧，我認為你擺咗班奴、擺咗麥佳亞呢幾個主力啦，應該半場就可以即係搞得掂呢個諾域治，入咗2-3球啫，你領先住攞住兩粒。咁啊，可以下半場快啲嘅換走班奴，俾佢休息啊，係咪？咁啊，麥佳亞你換走，可以俾機會你嘅後備嘅球員上嚟頂一頂，頂翻佢30-40分鐘應該冇問題啦，係咪？但係個結果就係、是，即係令到我哋非常之失望，即係你出曬主力，即係最尾要60-70分鐘咧，就已經全隊主力出曬嚟踢啦。咁更加問題大嘅就係、是、最尾踢到120分鐘加時咧，先係僅僅靠阿麥佳亞嘅一球，都叫做有啲彩數嘅入波咧，先係解決到諾維茲。咁啊，個體能消耗上面咧，其實係極度之大嘅。即係我相信對於蘇斯克查嚟講咧，都係一個意料之外嚟嘅。即係呢咁大嘅消耗咧，對於之後嘅英超賽程咧，其實除咗你話下一場對白禮頓嚟講咧，3日後咧又嚟一場對呢、這個即係我唔記得咗對咩，都係一隊即係中下游嘅球隊啦。都係得3日嘅休息時間㗎啫，即係如果你話一個唔好彩有邊個傷咗，除咗班奴啊、普巴佢哋，即係其實全部都係啱啱傷愈復出嘅球員嚟嘅啫。咁啊，有啲乜嘢冬瓜豆腐呢？我認為呢班後備球員咧，真係即係佢哋要負上全責㗎啦。咁啊，呢一場波咁多個後備出嚟咧，嗱，我揀兩個出嚟講啫，主要就係、是、嗱，第一個一定係連加特㗎啦。咁啊，連美斯究竟有啲咩問題呢？即係其實，好老實講，我哋好客觀咁樣睇咧，連美斯即係佢話佢好渣，又唔係真係好渣啫。佢交波、傳波、射波基本水準啦，即係唔會話特別係差嘅。咁啊，即係如果對比佢同費特嗰啲傳波啊、嗰啲盤球啊，其實佢唔係真係差好遠嘅啫，啲隨時仲好過費特嘅。咁啊，佢個問題係啲乜嘢咧？即係連美斯，其實我哋睇翻佢數據咧，呢一場唔係話太差嘅啫，即係 89% 嘅傳球成功率。咁啊，當然佢傳波唔係太多啦，即係28球傳波，25球成功，咁個參與度係低。咁啊，但係參與度低啊，唔會令到呢一隊波去輸波、去和波、入唔到波啊，係咪？即係最多打少一個啫。即係我本身諗住打少一個，咁啊，班奴幫佢埋佢踢埋一份，應該都問題不大啊，係咪？咁啊，冇 key pass 一定係噶啦。咁啊，射波，4次射波，2-3次咧省中人，1次啊射飛機，大家都應該記得噶啦。咁啊，但係佢射波差都冇問題噶嘛，係咪？即係佢入唔到波，其他人幫佢入埋，咪 OK 咯。即係呢個我本身都係諗住咁嘅啫。即係佢踢左翼，話俾啲機會佢試下，我諗唔到會搞到隊波咁噶嘛。佢最大問題、最偉大係咩咧？即係佢有一種能力咧，可以令到我哋嘅王牌核心班奴咧都踢到好平庸。即係佢原來係一個負資產嚟嘅，佢令到隊波咧，令到其他球員都退步啊！咁啊，點解會造成咁咧？其實就唔關佢啲技術事嘅，即係傳波射波，佢數據冇乜大問題，
最大的問題咧，就係佢踢波咧，佢係冇角色呢，即係冇角色嘅概念嘅。即係無論你擺佢打左翼好，你擺佢打攻中好，你擺佢打右翼好，佢踢出嚟咧好叻嘅喎，都係一模一樣嘅，即係佢都係咁樣走位嘅。你擺佢左邊，佢會跑去右邊；擺佢右邊，佢會擺去左跑去左邊。咁啊，今場波你見到啦，即係好多時候咧。阿班奴在中間攞波咧，佢係冇位嘅。但係佢冇位唔係因為人哋 mark 得佢好實喎，係因為連美斯遮住佢啲位，右邊嘅馬達去冚咗佢啲位。即係成場比賽我睇到嘅係咩咧？就係、是、三個進攻球員中場，連加特、班奴啊同埋阿馬達三個企曬喺中間度等波。咁你見到三個人企中間咁，梗係塞曬車，人哋都唔使 mark 你，即係你自己 mark 死自己啫嘛，係咪？咁啊，三個人。冇人拉邊，加埋我哋嘅閘位踢得麻麻地，即係蘇爾算係踢得唔錯。達洛特冇貢獻，咁啊，所以即係連加特嘅作用咧就好突顯出嚟啦，即係就係亂跑位塞死曬我哋嘅中路。咁啊，仲有即係佢射波又係啦，即係好兩三個機會，其實佢把握得唔好啦。咁啊，仲有時咧，即係有一兩個鏡頭咧，見到佢咧係阻住自己嘅隊友攞波啊，即係搶走咗自己隊友嘅波啊。咁啊，即係所以連美斯咧，我自己對佢咧。真係絕望㗎啦！即係經過呢場波之後咧，我覺得都唔需要考慮，即係阿蘇斯克查都唔會考慮㗎啦，一定係賣走佢㗎啦。咁啊賣去邊咧？嗱，我自己覺得喺佢即係佢嘅性格嚟講，嗱，佢係請得阿拉伊奧拿做佢經理人啦。我諗佢啊唔會服氣去加盟一啲英超下游嘅球隊，即係甚至連愛華頓呢啲咁嘅球隊咧，佢應該都睇唔上眼嘅。咁唯一嘅出路咧，我覺得就真係賣佢去國外㗎啦。咁啊，有啲咩好地方咧？一係就好似阿迪比咁咯，即係去法甲、去里昂啊，去下即係蒙彼利埃啊，咁啊呢啲咁嘅法甲嘅上游球隊啦，即係有俾佢有少少虛榮嘅感覺。咁啊有歐聯踢，咁啊算係一隊強隊啦，係咪？咁啊另一個選擇咧，可能就係國米啦，即係國米咧。有阿甘地喺度，咁啊甘地其實咧就你大家都知佢踢三中堅噶嘛，咁啊好需要一對 wing back 嘅，咁啊佢而家咧就用緊我哋嘅楊格踢左翼位啦，咁右邊咧借咗車路士嘅摩西斯嘅，咁其實如果你話連加特去到國際米蘭咧，其實你踢 wing back 咧，我覺得 OK 嘅，即係 wing back 其實比較講求嘅咧就係呢個上上落落嘅跑動能力，咁啊連美斯冇嘢叻，唯一叻嘅咧就係跑步田徑啦，咁啊所以咧。我覺得國米可能都是一個佢嘅一個好嘅歸宿嚟嘅。咁啊，大家知道國米而家有我哋嘅楊格啦，有盧卡古啦。咁啊，如果買埋啊連加特，咁可能咧即係國米我睇佢都唔會再留低山齊士啦。咁啊，可能換咗我哋嘅連美斯，即係我哋山齊士就會收翻翻嚟噶啦。咁啊，呢個都是一個好大嘅可能性嚟噶。咁啊，除咗連美斯咧，即係我哋再講一個球員啦，就係阿達洛特啦。嗱，阿達洛咧。我真心覺得對佢嚟講咧，我係好失望嘅，即係亦都有少少可惜。嗱，佢當年加盟嘅時候1900萬磅加盟咧，咁啊嚟到嘅時候咧，我覺得即係呢個咁嘅後生仔咧，19歲啦嗰陣時，其實都好有膽識嘅。咁啊，同埋進攻啊、傳中啊，同埋即係見到佢跑位係幾狠嘅，即係肯攻肯衝，即係係一個好進取嘅後生仔嚟嘅。咁啊，但係。嚟到今日啦，其實已經過咗成兩年有多啦。咁啊，當年佢即係2018年6月加盟，今日都已經2020年就嚟7月啦。咁啊，兩年嚟咧，佢嘅進步真係我見唔到有太大嘅進步啊。咁甚至咧，我覺得佢有少少退步咗添啊。即係喺啲進攻嘅即係嗰種進取性上面咧，我覺得佢頓咗啦，開始有少少小心翼翼嘅感覺。咁啊，今場波咧係佢即係少有嘅機會啦，即係佢傷咗一段時間，加埋個疫情咧，佢都好耐冇踢過波啦。咁啊，呢一場嘅表現，我認為咧，亦都係即係佢非常之差嘅一個縮影嚟嘅。即係成場波我見佢咧，佢進攻唔係話真係好進取咁跑落底，唔見嘅。咁啊，斬波咧好幾腳咧都係。右邊直接斬到去左邊的底線，即係完全係冇準嘅。咁啊，球斬完咧都係送翻俾人噶啦。咁啊，即係佢傳中嗰方面嘅準確性咧，亦都係差咗啊。咁啊，最大嘅問題就係佢作為一個後防啦，咁啊，人哋嘅左翼簡維咧係成場最有威脅嘅一個球員嚟嘅。咁啊，所以即係你右閘位俾人哋嘅左翼係做到 MVP 咧，其實佢責任都係相當之大嘅。咁啊，所以即係佢防守上面防唔好。
進攻亦都冇貢獻，咁啊問題就係對手只不過一隊降班區第二十名嘅球隊嚟嘅啫。即係如果你對於呢啲球隊你都做唔到嘢嘅話咧，其實你喺曼聯咧前途都係唔大嘅。咁雖然你話你而家廿一歲，即係仲有時間空間俾你進步，但係問題就係你嘅前邊嘅正選係雲比沙加嘛？即係雲比沙加，我上場講過啦，即係佢進步咗，進攻亦都係已經，我唔覺得已經唔差得過達洛啦。咁啊後邊。仲有青年軍嘅 Even Light， 我多次提到呢個右閘嘅新星㗎啦。其實而家能力上面咧，你對比達洛咧，隨時分別真係唔會太大。咁啊，仲有一個大嘅問題就係班頓威廉斯今場換入嚟取代達洛嘅咧，即係本身係踢左閘嘅，而家開始蘇斯亞查連續幾次嘅出場咧，都係擺佢喺右閘啊。嗱，同埋我哋見到今場即係呢一場諾域治嘅比賽咧，第一次換人換走右閘咧。其實是相當之不尋常的一個選擇嚟嘅，即係大家知道那時是啱啱一球領先，即係未穩陣嘅，極需要進攻嘅。理論上你未失波，不應該換走個右閘嘅，所以換得達洛，即係換走達洛是第一個選擇咧。其實我哋見到蘇斯亞查對佢都是非常之不滿嘅啦。我相信咧，即係呢個達洛字咧，往後呢幾場嘅機會都不會太多，即係隨時佢阿蘇斯亞查會寧願用阿威廉斯踢右閘。都唔會用阿達洛，係咪？咁啊，即係睇落去咧，我認為佢前景就暗淡噶啦。所以即係如果你之後要買阿新祖啊，買阿夏維斯，買阿基亞利殊好，如果唔夠錢嘅話咧，我覺得蘇斯亞查會選擇賣走佢，即係有價有市，有人會幫襯嘅達洛就係一個最好嘅選擇嚟噶啦。即係我哋唔缺右閘啊，仲有科素文沙，仲有威廉斯踢得，仲有我哋新仔拉 Even Light， 係咪？咁啊，所以即係我覺得。如果他未來這幾場沒有好的表現呢，下季他走的機會相當之大。那還有幾個邊緣球員呢，今場沒有踢的，即是宗師傷了，那麼史摩寧借走了，我認為這兩個中堅走的機會呢都是極大的啦。那麼盧祖呢就反而有些機會留隊，即是如果真的買達洛呢，會不會威廉斯移過來右閘踢右閘的後備，那麼收回盧祖回來做中堅的後備，加上左閘的有時的替補人選行不行呢？其實我自己都有得想的，即是因為你史摩寧宗師都走了，那麼其實盧祖回來呢，他其實很難買得走的盧祖，因為最近現在阿根廷的疫情還是很嚴重，即是阿根廷聯賽看來都有牌都沒得踢的了。咁啊，安達斯皮利拉咧，我諗佢就即係又係宣布咗死刑㗎啦，即係呢幾場嘅比賽，有時連後備零名單都冇，咁啊足總杯呢場又係啦，擺咗入後備，但係冇機會出嘅。咁啊，仲有即係文沙，亦都係有機會會走嘅一個球員嚟㗎。咁啊，仲有安達高美斯咧，啱啱最新嘅消息咧就係話蘇斯亞查自己親口講嘅，話佢走嘅機會大，即係續約咧係冇咩大嘅進展㗎啦。我相信佢走嘅機會係大過留。咁最後仲有一個馬達啊，馬達咧呢一場足總杯嘅表現都係非常之唔好啊，即係我對佢都係失望。即係作為一個老大哥喺呢啲艱難嘅時候咧，你應該係來之能戰嘅。就係你落到場，我覺得佢同阿連加特佢哋嘅分別咧唔係太大，交失波亦都有，即係進攻貢獻見唔到太多嘅啫。咁所以佢都係要馬上揾翻狀態復勇先得㗎啦。如果唔係咧，即係下季走，即係我哋需要騰出好多嘅人工嘅空間先買得到新嘅球星嘅。馬達嘅人工係唔低嘅，大家要知道，即係放走馬達嘅機會咧係存在㗎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嘅片，記得幫我訂閱啊、留言同埋點讚啊。咁啊，今次講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